各位儒学朋友，我们现在继续研读《孟子》第24页第十行开始。第十行这一章啊，只有两句话。孟子曰：“由不逾之迂，由求全之悔。不逾之迂，这个迂是一种名誉，给你说得了一种那个很美好的一种，人家称赞你，这叫迂。”这个欲啊，有时候啊，自己没有预料到的，他这个欲就来了。有求全之悔，有的时候呢，就自己想求一个很完备的一种道德啊，很求全，反而啊，招来的一种这个毁谤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那个鱼是人人所希望的，但是有时候啊，原来没有预料到的，它来了。求全呢，也是人所求的，现在你比如说，一个人呢，他想尽到朋友的这个责任，古时候啊，就遇到国君呢，有危险的时候，赶快要去把国君这个危难要他这个解除。但是往里一去啊，没有这个达成这个任务，反而自己受了损失。这是啊，求全之悔，求全呢，没有成全他的这个做这一件这个好事情啊，反而得来一种啊不好的结果，是悔来了。这两种事情都不在预料之内的。孟子讲这两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就让我们读孟子的人呢，让我们求学的人呢，要知道，我们求学重要的是在修道。求学修道啊，都是啊。求即在我比如说我们求学问，求学问要求真学问呐、求真学问，那你不问现在世界上流行的什么学问，我们就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学吧。这个时代不流行那种学问了，比如古人。中国这些古书，儒家这些经典，现在都不流行了。那大家不学了，那我们也跟着大家这个时代，既不流行，我们就不去学了吧。我们学道的人不应该如此，想修真学、求真学问不如此。不论这个时代流行的哪种学问，时代流行的哪种学问是好，是实用的，那我们也可以去学啊。如果不实用的，我们不要跟着人家凑热闹，我们也不要跟着学。相反的，像那个儒家这个经典。现在人家不要了，不学了，
那我们为求真学问是要学道，那我们要学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计较外来的是毁是愚，毁愚就是孟子讲的呀，有不愚之毁，有求全之愚，那都是外来的呀。我们修道的人不要计较那些事情啊，我们一切求之在我啊，求之在我，那么我们要懂得儒家的学问了。在我想自我求是，我有什么东西好求呢？我啊，我们每个人就我们自己来讲，都有真如本性。求之在我，就是啊，先求这个世间的真学问，就是这个儒家这些经典。这些经典是世间真学问呢、这个真学问指导我们开发我们自己本有的这个本性，那本性我们自己有的，天然而有的。只要把我们本性开发出来的话，一切都具备，世间什么东西，知识的，一切的珍贵的东西，我们的本性都能够发明，都能创造。这两句话孟子告诉我们呢、虽然有不愚之愚，有求全之毁，我们求真学问的人呢，不要注重那些外来的那毁愚，必须自己求真学问，求真学问只照顾自己，我这学问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在这研究，研究之后是不是很实在的按照这个学问告诉我们的怎么样去修行。所以孟子这两句话的言外之意是要我们这样求学啊。后面这一章也是两句话，孟子曰：人之益其言也，吾则而已啊。人之益其言，对于自己的言语啊，很轻易的，一个很轻易的自己说话了，这个话说出来一定有很多过失。比如说我们很轻易的呀，答应人家，替人家帮忙做什么事情，那么答应这些，要是肯负责任的人，在答应之前自己要考虑，我能不能够办得到，办得到啊，我才能够答应人家，办不到我就不要答应人家。这个言语就是不轻易的。反过来讲，不论自己办得到办不到啊，那没问题，一句话，你交代我的话我一定给你办。说完之后啊，这话就忘记了。不管能办到不能办得到啊，答应之后，这就自己说的话就忘记了。这叫轻易易其言呀。这种易其言，吾则而已矣啊。
则是责备啊，这个责字，这个赵齐的注解加上一个字，加什么呢？旧则。无则就是无旧则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过失追究的那个旧责，追究他的过失，这个旧责啊，讲到这个他的本意，这旧责就代表一些这个灾难，旧责啊，就是一种这个灾难。一个轻易说话的人，就他本人来讲，无咎则已呀、无咎则已呀、要想把这个，你要责备他，或者就自己呀、要想反悔，要追究自己的这个。啊，为什么说这种随便这个很轻易的这个话说出去呢？到后来人家叫我兑现，我兑现不了，我自己要追究自己，觉得自己说话说不对，这样啊，不行了，来不及了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呀、你这话说出去啊，随便的一句话说出去啊，你再追也追不回来了。这叫无责而已呀、你要是个这个话说出去以后，然后你发现不对，你自己要追究自己，责备自己，来不及了。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呢，说话要特别慎重，不能够轻易的就发表种种的言论。一个人的言语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个在这两句话里面，人之意气言呐、就叫我们不要意气言呐、要重气言呐、我们对于自己的话，要特别要很慎重啊。这下面这一章，孟子曰：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”这也是两句话。孟子说，人有这个患，患是这个忧患呢、人的忧患呢、或者是患难啊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在好为人师，做人的老师。这句话重点在一个好字。在古时候，一个人都要求学，求学就要从老师来学。老师没有，做老师的人呢，没有什么患。做老师人，他把书教好了，把这个书，比如说讲这个儒家这个经典，他把儒家经典讲明白了。让学生都明了了，这有什么患呢？或者进一步的来讲，除了把这个经书讲明白，他自己修养很好，以自己的修养还作为这个学生的一个模范。讲书是言教，拿这个自己身体的道德修养啊作为身教，言教身教都
这样的能够做学生的这个老师，这个没有什么过患在那里。这个孟子在讲好为人师啊，好。所谓好是什么呢？自己没什么很好的品德，也没有什么好的学问，他就凭他懂得某一桩事情，或者对于这个经书里面，他一知半解的，就到处啊想教人家。他真也不是正式的老师，到处就是啊你不懂啊，我告诉你，啊我知道这个道理，我跟你讲，这叫好为人师啊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他自己都是对一个道理都没有明了了，他还拿来告诉人家教人家，这一教人家如果听他的话，那不就教人家走了错误的路吗？换就换在这里呀、教人走了这个错误的路，自己也是不懂的道理，这叫好为人师，这是人之患就在此啊。那么这一章书过去了，后边乐正子从于子傲之起，乐正子见孟子，孟子曰：子亦来见我乎？曰：先生何为出此言也？这章经稍微长一点，我们也是一句一句的来研究。乐正子是孟子的学生，这个时候啊，从于子傲之起呀、子傲啊，是齐国的一个很有地位的人，在齐国朝廷里边呢，一个官位很高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叫子傲，他就呢，奉到齐国的命令，齐国的君主的命令，让他呢到鲁国去，就等于当这个大使一样的，到鲁国去办外交的事务。到了鲁国办了外交之后，要回到齐国来呀。那么优真子是鲁国人呢，那么他就跟着这个子傲啊，知齐，子傲是回到齐国来，优真子跟子傲啊到齐国来。为什么到齐国来呢？孟子就是优真子的老师，这个时候啊正在齐国，所以这章经开头就说。乐正子从于子傲啊，就是随着子傲到齐国来。到齐国来以后，乐正子见孟子，就去啊，来见孟子，见他的老师。一见孟子，孟子就问了，孟子曰：“子一来。”见我乎？我们要注意这个一字。孟子啊，看见优真子来见他，孟子就跟优真子说：“子，这个子就指的优真子。”
他说你呀，你也来见我啊，这姨子，你也来，你也知道来见我啊。这意思，我们多念几句。他的学生于正直来见孟子，孟子一见面就说：“你也知道来见我啊？”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语气里什么意思啊？赵佶的注解就是说，孟子就责备于正直到齐国来，应该马上就来见你，见老师，见孟子的。于正直到齐国来以后，过了好几天，他才来见孟子。按照这个礼仪来讲，学生到于正直一到齐国来，应该马上就要去见孟子啊，这才是尊敬他老师啊。到了齐国来，过了几天再来见，所以孟子一见面，哦，你还知道来见我啊？这意思就明白了，就怪他来迟了，没有马上来见。孟子为什么这样责备他呢？孟子实际上是爱护于正直的，告诉他，你要懂得这个礼，学求学这个礼很重要，要学礼。孟子这一问呢，于正直就答复了曰：“先生何谓出此言也？”先生就称呼孟子啊。古时候称呼老师就是称呼先生啊，先生就是称呼老师。于正直就说：“老师啊，何谓出此言也？为什么这样问学生呢？”曰，孟子就问他了：“子来几日矣啊？你到齐国来。”来了几天呢？你哪一天到齐国来的？曰：“昔者呀。”于正直就说了：“不是今天来的，昔者是前几天就来了。”曰：“后面这个曰是孟子讲的，昔者呀，你问我为什么出此言？”问我为什么问你呀、啊？子义来见我乎？那么你要知道，习者，我就是因为你习者，你来了好几天之后，你才来见我，则我出此言呀。我就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这样问你。不亦疑乎？我这样问你，问的不对吗？曰，那么于正直就替自己解释了，为什么来了几天才来见老师啊？曰，这个设管未定啊，我到齐国来呀、先要把这个住的地方啊，设管就到齐国来要住在哪里，这个地方要先把他这个安定好了，我才能够来见老师啊。那么来了这几天我没有来拜见老师啊，就是因为这个住的地方没有定，没有找好。这是于正直替自己解释。后面这个曰是孟子说的，曰：“子闻之也啊。”就像于正直说，子就指的于正直，你闻之啊，你曾经学到过的啊，闻是学了，你曾学过啊，学什么？学这个礼啊。
学理在理上讲，设官定，然后求见长者乎？理上有这么说的吗？你到这去过来，你先把你自己住的地方安定好了，才来求见长者。长者就是自己这个老师啊。理是这么讲的吗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能够把你这个你住的地方安定好了，你才来，过了几天你才来见长者呀，这就失了礼呀。曰：客有罪矣呀。客是乐正子的名，学生对老师称呼自己不能说我，应该称自己名字。见过孟子这么一责备、一解释、一讲的时候，乐正子就说：“啊，这是客的罪过啊！啊，这个礼没有学得好。”这一章经，这是孟子教乐正子啊，在礼上面要好好学，不但对老师，拿自己孟子就实实在在讲，孟子借着这个机会教育乐正子学这个礼，学这个礼啊。礼是为什么讲一到齐国来就马上，不要等着自己住所安定好了来见，必得马上来啊，来见孟子。这是就这个人的人情这方面来讲的，世故人情啊，人情，或者是我们对于老朋友，或者是对于自己的父母，或者对于自己的这个老师，自己跟自己的父母、老师或者朋友原来是分离的，分离了有一段时期，现在有机会见面了，等不及呀、啊，等不及把自己的私人的事情安顿好了才去见面呢。一到有见面的机会，马上就去见面呢，这是人的真情感在此啊。礼就是要根据人的真情感定出来的，所以这个礼都是啊，人情世故从这里定出来的。学礼就必得要通这个人情世故，这就是孟子借着这个教他的学生呀，要通达人情世故，要学礼，这才能够把礼学得好。这也是包含了尊师重道的意思。所以古人注解呀，这一章那个这个重要的意思啊，就是孟子要教他的学生要尊师重道。尊师重道固然这一章是这一章的主要的宗旨了。但是我的看法，除了尊师重道以外，是孟子爱护他的学生，爱护这乐正子，教他这个学这个礼，懂得人情世故啊，学礼懂得人情世故，待人接物处处合乎道啊，就从这章经里面，孟子教他学礼，教他学礼就是教他学道。我们一个学道的人，学圣人，学贤人，
必得要从这个人情世故上来学，把我们在人世间的人情世故，都是通达到这个，到处世法。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，他学贤人学不好，学圣人更学不到。就拿佛法来讲，学佛的人，那个行菩萨道，哪一个菩萨在世间不通人情世故啊？不通人情世故，他个菩萨来说法，谁听他？所以，任何一个一尊菩萨，大菩萨、小菩萨，就是我们一般发心学佛、受菩萨戒的人，他必得要学着通达人情世故，这才能学得好，教化别人呢，人家才能够接受。所以这张书呢，有这些的意思在当中。不是孟子啊，责备他的学生，责备他的学生，是因为他的学生好学，还值得责备的。如果这个学生呢，责备他，他也不听了，那孟子审一点事情，不要这样责备他了。所以春秋这个法则呀，责备贤者。岳振子在这里还算是一个贤者呀，所以后边就说可有罪了，知道自己有罪，当下就反省认罪，认罪就是自己呀。可以说这个学生还是好学生。你说现在这个人呢，这个责备学生啊，骂学生一顿，这个学生回家告诉他的父母，哎，老师骂我了，侮辱我了。老师那个父母就带着他的儿子来到学校来告状了。你说这种学生呢，你没办法责备他，这种学生是在现在的教育政策下教育出来这个学生。你说今日这个老师怎么样教这个学生啊？这张书我们研究到这里，下面这一章，孟子谓乐正子曰，孟子就是继续啊来教这个乐正子啦。孟子就谓乐正子，就告诉乐正子说，子之从于子敖来，徒不辍也。不辍，不辍，原来的意思，它有另外的意思。不辍在这里讲，当隐士讲，不当这个吃饭，辍呢当这个饮水，这一类的，就是饮食。那么你呀，从子敖来，你从鲁，在鲁国跟这个齐国这个大官呢，子敖到齐国来，徒不辍也呀。你来的时候啊，来到齐国来做什么了？来的是只是来饮食啊，到这个来是来吃饭而已啊。这句话说的也很重了。我们说一个人呢，这个人没做什么好，没什么用处啊，只是吃饭的而已啊。所以孟子说，你跟子敖来到齐国啊，来有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义呢？徒是徒然，
除了呢吃饭而已，那饮食而已，我不以子修古之道而已，不辍也呀、啊。不以，我不以就是我没有想到，我没有意料到啊，你子就是称这个岳振子，你呀、啊、原来是跟我修古之道，修古之道啊，古之道就是儒家的这个经书，这个经典，经典里边都是把这个古圣先王这个道啊都记在这个经典里面，你跟我修这个经典，修古之道，古来的古圣先王这个道啊，办政治要实行仁政，办教育也叫这个学的人呢、啊、学这个啊孝悌忠心，学做贤人圣人，这都是古之道啊。那么我没有想到你呀、啊、原来跟我学的古人之道，而现在倒骑过来没有想到行这个古道啊，而以不辍也。我看你倒骑过来呀、啊，只是来吃饭的，没有来行道的意思。你如果说是过去学的古圣先王之道，现在要到齐国来，你应该呀、啊、来行道啊。行道怎么呢？那你就要想办法劝过齐国的这个大官也好，以至于齐国的这个君主也好，要劝他们，既然你学的是古之道，你也应该劝他们呢实行古之道啊。实行古之道，齐国的君臣你应该劝他实行仁政，而你现在我看你现在没有这么劝告他们啊，看你到齐国来只是到齐国来吃饭而已。这就是孟子教他的学生，你即使到齐国来，你就要把你所学的这个古之道要拿出来用啊，那你不用的话，你白白的到齐国来一趟有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孟子真正爱护岳振子，告诉岳振子，你无论到哪里不要忘记了来行你所学的这个道。这是老师教学生的、啊、真正是爱护学生啊。这张书你看古时候孟子跟他的学生，当然岳振子是一个好学生啊，孟子这样教的话，岳振子就跟着这一句听孟子的话，就要跟着学啊。我们从这张经里面知道孟子他的师生之间，孟子这样教他的学生，学生也这样尊师重道，照孟子这样讲来学习，这是真正的呀、啊、这个师生的关系。师生的这个道就是这样的呀，来研究来学习呀、啊。后面这一章孟子说，孟子曰，这个不孝有三，
武后伟大。孟子说啊，求学的人，无论是哪一个求学人，都要学着行孝道。就是不求学的人，他也要知道对父母要孝顺。那么也有不孝的人，无论是读书人不读书的人，照道理上面讲，都要讲究孝道。但是也有啊，世间的这个普通人呢，天下人那么多，你说天下人都学着做孝子，那不得了啊，那天下都是变成天下之人都是孝子，那天下人都能够学成为贤人圣人了啊，那还得了啊。所以有不孝的人，不孝的人呢，哪些不孝呢？都是从事实方面来讲，做哪些事情有不孝，算的是不孝的。在很多不孝的事情之中啊，有三种事情，所以说不孝有三，有三桩事情。三桩事情之中啊，有无后为大，没有后。没有后就是说，古时候讲结婚，结婚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结婚意思啊，是要有生儿子，自己生了儿子啊，父母有了孙子了，有子孙了，有子孙的时候啊，那么这个父母过世以后，还有子孙的呀，祭祀祖先，祭祀祖先的这个不会绝了。所以一个为人子者呀，要知道结婚成家的意义啊，就是要有一个后代，使父母过世之后啊，这个祭祀不要绝了。所以孟子在这里讲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个没有后代啊，这是最大的不孝。所谓不孝有三，三指的是什么呢？根据赵岐的注解，父母有什么过失，自己不劝告父母，还有顺从父母那个过失，让父母陷于不义，这是第一个不孝。家里贫穷啊，一个读书人呢，就要有机会就要出去做官，做官有了俸禄了，可以奉养父母。为了奉养父母啊，一个读书人就要出去做官的。如果你这个父母这个读书人呢，你不愿意出去做官，要保持自己呀，勤俭，这就不出去做官。你不去做官呢，你就没有俸禄，没有俸禄就不父母啊，饥饿衣食没有，你也不顾他。这就是第二个不孝啊。第三个不孝，那就是无后。在这三件事情当中，一个是遇见父母有过失不去劝告父母改，第二呢，家里贫穷啊，不能养活父母，自己又不愿意，要保持自己清洁的清廉的这个身份，不愿出去做官，
就是让父母在那个受着贫穷的困苦，这个都算是不孝啊。但是这两者不孝还比不上武后，武后伟大。那么再讲，舜不告而取，为武侯也呀。这个在曾经也有人问孟子，那个舜帝呀，是个圣人了。圣人结婚在古时候，一定要得到父母之命啊，这一定的呀。但是舜帝是这个特别的，尧帝，听人家说，舜帝是个大孝子，他就把舜呢找到尧帝的朝廷里面来，尧呢就把他的女儿嫁给舜，没有让舜回去啊。禀告他的父母，由尧帝做主。尧帝是天子啊，他可以做主，就主动的把女儿嫁给那个舜帝了。所以这个特殊事情呢，舜帝啊，没有回去告诉禀告他的父母，他就听尧把他女儿嫁给舜，所以说舜不告而娶没有禀告父母而娶了尧帝的女儿，为的是什么呢？就舜帝来讲，为的是武侯啊，恐怕不接受尧帝嫁女儿给他，他不接受这个尧帝的女儿为妻子的话，那就不能结婚了，不能结婚就没有生孩子，就没有后了。再说，再研究一下，他回去禀告父母，父母不一定就答应他了。所以不告而娶，不告而娶为的是恐怕没有后代。所以他不告而娶，君子宜为有告也。在形式上，舜呢没有禀告父母，就这个实质的意义来讲，研究这个事情的本质来讲，君子一般懂得道理的人认为舜呢，虽然没有禀告父母，实际上就这个本意来讲，还是如同禀告父母。为什么呢？禀告父母，父母不一定会答应；不禀告父母，表面上是这个犯了礼了，不厚礼了，但是结了婚以后有了后代了，还是合乎父母的心意的，使父母有了孙子，有了后代，这个在实质上的意思来讲，他是跟禀告父母，还是合乎这个道理。这一章经书，孟子啊，就是教我们学求学的人，求真学问、求道，都是要讲究实际呀，不要像一般世俗人的看法，世俗人的看法，他就是讲理，讲理的形式啊。实际上，理的本质往往有很多啊。孟子在这里教我们学那个本质，那么这章书讲到这里呀，
那么也时间到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。